中岛透早斯宾隆纳加岛找找英国作家笔下的《孤岛联论》乱林，那个中岛坐在这个江边解决千军万马的五脏庙。这首诗就是说啊，我们去这个对面的一个岛屿叫做斯宾隆纳岛。那斯宾隆纳岛是这个希腊有一段时间专门在关麻风病的这个人哈。那么有一个英国作家啊，他就是写了一本小说叫做《孤岛恋人》嘛。那《孤岛恋人》他最主要是透过一个家族的爱情故事发生在斯宾隆纳岛上面，然后他的子孙为了要探寻他祖先的一些生活的家族史，然后跑到斯宾隆纳岛去，然后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他的曾祖母得过那个麻风病，哦，那以前对麻风病的人是非常拒绝的，然后非常看不起嘛，啊，伊唔知吼，啊，其实因一家三代有两三个人拢得这款病吼，啊，所以。这是小说了，但是他最主要也就是说他在书写这个斯宾隆纳岛里面的一个东西啊，我们那个早上就是一早就跑到那个岛上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中午我们就在这边吃饭，所以我就为了要记录这一趟行李回来这边吃饭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我总没有的是八道了哦，千根满嘛，千根满就不到腰嘛，所以他会咕咕叫啊，肚子咕咕叫啊，所以假如你不知道什么是五脏庙，你就不能够了解说为什么要解决千军万马的五脏庙，就是因为吃五脏嘛。因为诗有时候是用个赋比兴，赋就是直接讲出来啊，比就是用比喻象征的啊。先说有时候你某一种掀起你内心的某一种事情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写下来哈。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要记录这个中岛。那最主要就是要把那个英国作家所写那本《孤岛恋人》那本小说留在这个地方。之前老师的作品会有一些期望，或者是会有一些台湾的连接，这个主要就是记录是吗？这个记录之后我们也要鼓励人家去看看外国人所写的小说，因为他们外国人所写的，他们都站在非常善性的一方面去书写，比方说其实那孤岛恋人去找那个主 女主角，他是他的他养他的不是他的父亲，是他的遗仗，哇，那写的非常曲折，那故事非常的，那好不容易可以讲，但是你在发现他们在写小说过程里面，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非常善良，对别的小孩子啊，对人家的小孩子，或者是对他自家里的人，都占你非常善良的那种立场去给人照顾哈。所以我想说，这样留下来的时候，记录之后。可能对斯宾隆纳岛那个麻风病有兴趣的，或者英国作家那个孤岛恋人有兴趣的人就会去读，哦，是这样。中岛透早斯宾隆纳加岛找找英国作家笔下的《孤岛恋人》乱林，那个中岛坐在这个江边解决千军万马的五脏庙。